时间也不早了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您忙。菲菲，反正都这么晚了，一个人回家多危险呐。咱们聊会儿天，一会儿呢一起去找薛志红喝酒，怎么样？马上就要评优秀记者了，你就不想拿个奖什么的？黄社长，请您自重，我跟您没有什么好聊的，而且我也不想靠这种事得到什么奖项。虽然您的德行全报社上下都有目共睹，但是您别期望我会跟那些女同事一样任您欺负。哎，你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马上有一笔巨款就要入账了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！你放开我！干什么你？菲菲，你听我说，放开！我马上让菲菲。我告诉你，你再这样子，小心我跟你同归于尽。我看你是不想在报社混了，走着瞧。让我们进去吧，或者怎么找人出来跟我们说清楚也行啊。你们警察老是这样不吭声，总是没有道理的吧？说一下吧。别忘了，别忘了。你们这样不管不问，不顾我们禁止的安全，该怎么办？就是啊，让我们进去吧。警察队长，没有，不说清楚，让我们进去。让我们进去。怎么这样？找个人出来跟我们说清楚吧。让我们进去。让我们进去吧。何飞，让我们进去吧。拍张照，我们要交代。或者找个人来跟我们解释也行。就是啊。何飞，怎么了？一大清早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出了人命案。人命案？死的什么人啊？门口怎么那么多人？报社的社长。报社社长，怪不得。哎，对了，是哪个报社的？我们报社。你们报社？嗯。前海都市报吗？嗯。这样。那你要不要我进去帮你打听消息？不用了，那个我先回去了，现在报社应该乱成一团了，今天你们警局也不会发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。那你照顾好自己啊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对，是不是不舒服？没有啊，那我先走了。雷鸣，怎么了？有事吗？算了，没事。哦，雷探长，怎么了？局长有事找你，让你现在回去。让我现在回去啊？你看看门口那么多人，我怎么回去啊？还不被人生吞活剥了？哎，走了。前海都市报的黄德昨晚自带歌舞厅了。怎么死的？据说是口吐白沫死的。那是喝死的还是被投毒死的呢？你别问我这个，这应该是你要做的。对了，你们组来办这个案子，给你七天时间。七天？多了，那就三天。啊，上边已经把电话打到我家里了，恨不得现在就把凶手揪出来。别，还是给我七天吧。你马上去现场，歌舞厅那边都被记者堵住了。哦，快去。好嘞。你们想干嘛？往后退，往后退，退！往后退，不要往前挤了，怎么能不继续退，继续退，别挤了，继续退，就这样。杜队长，别挤了，没事。杜队长，到底什么回事？案发已经超过12个小时，警方现在是否已有新的侦破方向呢？任何与案情有关的信息都不能透露。有知情人士向我报社举报，报案之后，警察过了1个小时才到案发现场，请问情况是否属实呢？任何与案情有关的信息现在都不能透露。凶手究竟是什么人，竟然下这样的毒手？任何与案情有关的信息现在都不能透露。有人说警察局一直向歌舞厅暗收保护费，请问是否是真事呢？任何与……你这都哪儿听的消息啊？完全是恶意重伤，无中生有。哎呀，这么大的场面，怎么没见你的李芳菲大记者啊？我说报馆又不仅仅是李芳菲一个记者。再说了，他今天休息不行啊。你懂不懂啊？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。懂。我懂，我说什么你都觉得不对。你就看我不顺眼，我甩死你，我甩死你，我甩死你。哎。